骇客任务的话，毕竟那个是网络世界，是虚拟的。哎，这个骇客是真真实实的，而且大家一开始会说，哎，网络上怎么会出来这个名单？两百万个共产党员的名单，那我想说啊，你这个党有多少党员，关我什么事啊？问题是这些党员散布在各个大企业里面呢，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到这个 Pfizer， 因为他前一阵子出了这个 mRNA 疫苗，对，看起来是非常有希望的。然后呢，渣打跟汇丰银行，然后另外的话跟一些航空甚至跟军事有关的。万一我进去偷走你疫苗，然后就变成我自己研发的，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些都是极度的要保密的。另外的话，我们讲不管是航空或者是在军事上，波音、劳斯莱斯这一些的话呢，怎么会这样？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没有？连跟这个疫苗开发厂，然后国防、航太产业，另外的话还有冻结香港异议人士的这个汇丰，然后还有这个渣打。那但是呢，大家还有人担心的是什么？不是只有这些民间企业而已哦，既然还有一些啊，还会进到来，我们看哦，有没有发现会跟这个国家安全会出问题的？因为没想到有一名党员他渗透进去的地方，跟他们的这个军情六处，这个不是在讲电影哦，跟他们的这个 MI6 的团队只隔一层楼而已。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都已经看清楚？完全这是隔墙有耳的概念，没有错。那但是有人就是会觉得说，哎，其实也还好。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的企业，我们也不是开玩笑的。你随便的人进来就能够把我的企业的东西给偷走吗？所以有些人是觉得不害怕。当然的话，你会注意到这个是他们吸收进来的人。那但是呢，如果是我们刚刚布局进去的人的话，你要注意的是什么？这一些人啊，你叫他中国、英国，你挺谁？来，你挺谁？看一下，如果他是党员的话，入党的宣誓一定要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永不叛党。你想想看，这么可怕的誓言，你以为想进去就进得去哦？进去的几率搞不好才十分之一而已，还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进去。对，不是说你想要进去就可以进去，不是交200块党费就 OK 了吗？你看你刚才那台价，失联党员还找回来，没有这种事情啦。所以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看在这么绵密的工作要求之下，然后呢，他们去照顾这一边。好，那我问你好了，如果你真的在我们的基金会出资之下的这个单位当中做事的话，那当然也不见得。唐美龙真的是这样子，但是他有被安排在这样子的工作当中。如果说你不是像这样子位高权重的人，那你要不要拿了人家的钱，你进入人家的工作安排，你要不要帮人家说话？这不就是门神的概念吗？是啊，而且呢，我们再话说回来，因为有人认为在英国，当然现在的话还是会觉得，哎，跟中国的关系，跟中共的关系到底是要怎样啊？有人就认为脱欧之后一定要靠这一边嘛，不然的话怎么办？因此呢，又可以讲到卡梅隆那时候留下来的黄金时代的意义哦。所以有没有看见？退出欧盟后的英国必须得到中共的帮助才能够成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说他布线布的绵不绵密？但是有一些哦，是布线很绵密哦，是鸭子划水，你不知道在做什么。但是有一些啊，哇，亲门打哦，啊，加 combo 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事件哦，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孔玲玲的事件，然后他其实在这个年会上面的话呢，有一番的说话，让人看得非常可怕。You are in the Conservative Party conference. This is please go. Can you please go? This is assault. Can you please go? If you hit me again, I will call the police. You are assaulting me. If you hit me again, I will call the police. You have no right. You are no democratic. You are assaulting me. I'm a German citizen. You have no right.I need to have your name. Have no, you attack me. No, you have no right. Sorry. Yeah. You're bullying me. She's just this guy bullying me. Assault. Right. Salt. Hey, just laughing. Hey, bullying me. We need the name. Hey, bullying me. No, you have no right. Wow.亲门打吼，哎，你看那气压压，听说连记者都被他甩巴掌。对，没有错。而且大家有没有听到？他一直讲 ，You have no right, you have no right。你没有这个权利，你没有这个权利。但是为什么吕杰力都要提起讲亲门打吼？因为刚刚那个地方在哪里呀、啊？英国。英国保守党年会，名为“香港自由法治自治受创”的座谈会上，哎。他说 ：“I'm the journalist。”好啊，你是个记者，没错。可是你到那边这样咆哮，而且没有错，我们没有播给大家看。他在那边斥责，你看这一边人家的这个法律系的教授，还有呢这个前主席。另外的话，就是他竟然还掌掴那边的一些义工，哎，所以这真的是不可思议哦，怎么会做到这样子的事情？那但是啦，我们自己也知道，因为这个议题呢，就戳到他的痛处了嘛，对不对？没带没急，也给他吐槽康，那当然不高兴嘛。所以呢，其实哦。
赵立坚他也出来说过，因为五眼联盟，你如果出来对我的一些作为说三道四的，我戳瞎你，没有错。你如果侵害到我的主权的话呢，我管你是五只眼睛还是十双眼睛，我就戳瞎你。五眼联盟感觉起来跟中国大陆关系都不是那么好，对，所以其实非常的可怕。来，那我们就讲到啊，眼睛要被戳瞎了，是不是？来来，我们挑两个来讲给大家听哦。我们来看到一下，刚刚跟大家谈了一下英国，对不对啊？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这个事件呢，其实发生在2015年，已经有点久了，但是最近呢余波荡漾。为什么？来，我们跟大家报告，这是一个芳芳事件哦。那芳芳的话呢，其实她是在那边哦，非常这个手腕很高明的一位女性啊、哦。然后呢，她其实呢，竟然她能够布线布到哪里去？布到他们呢这个众议员那儿去了，而且还是跟情报有关的官员 哦。那当然后来的话被大家发现了，然后当然就赶快逃离了。可是我刚不是讲这是五年前的事情，为什么说到现在余波荡漾还有新闻出来？英国美国他们清查之后，他们并不知道这样的间谍还有多少。他们不知道还有多少，而且呢，你不要想说他就是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啊，就只是单纯的想要色诱你啊，然后凭着他不错的外貌跟谈吐，不是哦，他们其实都是一些学养俱佳的人哦，来，往往入读美国名牌大学，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耶，所以其实哦，他这样子布线很绵密哦，你根本是没有办法抵抗的、哦。那另外的话呢，来我们再看了，我们看到加拿大去，刚刚这个的话啦，我们说没办法抵抗，但是感觉比较柔性一点，对不对？嗯，这边非常的刚强，为什么？因为请弄沙船啊，这个非常可怕，在加拿大那边哦，就没想到呢，竟然有这个枪击的找黑帮出来处理，所以其实连黑帮的都有，还有人说他是红色的黑手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有说这个事件发生在听证会之前，那有人又说其实跟我们也没有关系，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你说你要戳瞎我，管你是五眼还是五只眼睛还是五双眼睛，我不管，我就是要戳瞎你。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出来的200万名党员，不管是出来的这个战狼，或者是在下面布线来看的话，全世界啊真的都要紧张了。而且感觉起来呢，这个中国啊就是用企业嘛，间谍美女间谍嘛，好，另外还有学生，就直接渗透了你各个单位各个部门，这其实蛮恐怖的。我跟你讲哦，不止这个，连英国的皇室都被渗透了。你知道，其实我们说啊，英国有个皇室，在我们说在这个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其实非常重要，叫森皮尔。森皮尔当年呢，就是到了我们说日本去开会，受被日本所吸收，吸收到什么程度？他日本的航空母舰那个技术呢，最早就是森皮尔带过去给他们的。所以号称叫日本的这个航空母舰之父。你知道森皮尔在1965年挂掉前4年，日本还颁勋章给他哦，领导颁勋章给一个间谍。当然啦、啊，那我们说森皮尔他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他当时其实也在英国也是管情报跟军情方面的。那一直以来他都跟日本有接触。那你说好不是不对啊？我们说当时英国应该觉得最大敌人是纳粹啊，不对，英国当时觉得最大敌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因为他有资产，他最怕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一来，我资产都不见了啊。所以呢，他当时是反对英国跟纳粹开战的，所以不断的同情甚至资助当时的日本，所以日本在他手上拿到了很多很多的资料。那难道英国的这个所谓调查系统拢破病啊吗？中风啊吗？拢没看到吗？有看到，但是不敢处理，为什么？第一，他是皇室的；第二，他爸爸当时是在这个英女王的旁边工作；第三，他有个好朋友，你一定听过他，喜欢抽雪茄的丘吉尔。哦，所以有好朋友是很重要。说实在话，我们曾经讲过嘛，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是排外。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变成仇外，可是，在八国联军被打完之后呢，变成崇洋媚外。而最近，好不容易我有钱啊，老子也有今天啊，当然要显摆显摆嘛。不过呢，这个显摆呢，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了，连跟他们关系最好的、最喜欢买德国车的德国都翻脸了。臭小子。德国的工业水准全世界非常高的，对，而且它精密工业，学我们工程师里面德国的工程学都是圣堂圣殿，可是德国人最近发现了有一个工程他们完全不会，被打垮了。他们讲这几年呢被偷走了500亿欧元，哦，这什么工程呢？他们发现这叫做中国的叫做社会工程学。什么意思？社会工程学就是他们透过各种网路，把他们的很多机密、很多的人才
通通挖到中国去了，用网络也可以、啊、所以他们那个叫做社会工程，这个是来自于德国的叫做联邦宪法保护局，它1950成立，它其实就是什么美国的 CIA 和 FBA 的一个合体，就专门在里面，他们就特别连续的发了好多的通报，尤其是最近联邦里面他们讲说，原来我们看这个软体领英嘛，对不对、很多人在那边找工作啊，介绍啊或什么，他说这个东西就是社会工程学现在在用的，中国就去透过里面搞清楚你的人脉、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们发表了中国是如何从领英上招揽外国间谍，里面专门针对什么，很多人会自我介绍啊，希望人看到的时候发个履历表给我啊，发个招生的给我啊，自称是科研人员的，自称是专业人员的，就会收到中国的邀请，然后流程都一样的，他们又看到你，然后就请你是学者啊什么样，或是我是猎人头公司，我对你有兴趣，我想认识你一下，然后后面才告诉你说让你联系上了怎么样，我来自中国，你有没有兴趣来中国一下、来中国一下，他就去中国参观，就中国怎么样，但是去了以后呢开始被吸收，可能是诱之以利啊、可能是动之以情啊，那动之以情也许是诱之以色啦、不管，然后就手上有很多东西就被把持到了，然后回去你就帮我偷资，你就帮我们怎么样，所以联邦调查局在讲说，而且呢他们在很多时候用过中国的 APP， 所以他们点名了包含了阿里巴巴腾讯这些网络上你的个资、你的社会信用都被他们透过你的个资慢慢去理解，慢慢去搜罗，然后甚至于在德国的共享自行车，你去有时候你都有刷卡，你都有记录，他都透过这个东西偷了很多资料，所以那个 FTB 就是德国的那个联邦宪法局还特别做了一个宣示，你们以后德国人啊、到了中国之后两个禁忌，第一个要带一次使用的手机，不要有任何的手机，第二个呢你有带都不可去呢，请你用多余的，出了中国之后可以把它 format 掉，不然你可能都有很多状况。那为什么他们去偷德国了？因为德国呢，中国和德国，因为德国聚集在于新欧铁路的终点汉堡，所以整个中国那边就很信的。所以你看呢，德国、中国呢也开始呢，因为有钱嘛，老是有钱，老是开始投资。那德国当然现在是因为他先前要去撑欧洲五国，要花什么钱，他需要很多人投资。那德国最强是什么？你看呢，40%的就是机械手臂，是智慧型的机器人，那是德国最强的。强到什么程度呢？如果大家有去看 BMW 的工厂，除了最后一关要做检验之外，全部都是无人手臂，都是 robot 弄起来。德国特强在这，尤其最强的是什么？是库卡。哦，库卡这家是全世界不是也被中国买了吗？差点要买成。所以原来是他们又开始投资啊，入股啊，然后投资入股，我在董事会里面就议席啊，我就看看你的技术公报啊，然后就从里面呢开你董事会，我就把你的人脉给搞清楚啊，把你的供应商搞清楚，开始挖墙脚，所以逼到德国呢，最近呢就公布说，过去的时候允许外国的企业来这边投资到25%上限，针对中国整到10%，而且联邦要审查。我莱克都弄火大了，不准你再偷我的，因为如果给中国再把那个无人的这个汽车工业这种库卡，这个库卡强到什么程度？库卡最近出了一个影片，他的机械手臂可以打乒乓球。哦，有，我看到那个影片，对，那是库卡，很神呐，很神呐，他是可以打乒乓球的，所以库卡机械手臂是跟那个日本的差不多，都很强大。那个结果他把他偷了，然后这个时候啊，德国就把他限制。那其实他只有偷德国，还不止。在布鲁塞尔那边，就是欧盟那边呢，他们也发现说，大概有200多个中国派去的间谍，天天在那边，就在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附近呢，有一家咖啡厅，有个牛排馆，不止线上还线下，就直接咖啡厅那边聊聊，咖啡厅那边就吃听八卦，是不是？听八卦找资讯怎么样？而这样咖啡厅，其实我们台湾也很有故事。哦、你知道说，现在整个半导体里面有个技术叫生化钾、我们在林口有一家。2018年的时候，也是在我们林口工业区一家连锁咖啡厅里面，就一杯咖啡，就把我们的几亿以上的技术通通给拿走了。所以他们就是透过这个不断的把，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现在美国限制啊，我在美国拿不到手，拿不到技术啦，我人去到美国进不去啦，我的留学生都被川普赶出来啦，那怎么办？德国、欧盟、英国这些都是 G8 的国家，他们工业水准都很好，而且防范到什么时候？2018年的时候，连荷兰都做了一件事。荷兰里面，我们知道荷兰最强的就是什么？艾斯摩，他那个棋子外光机。对，结果他们做了一件事情，中国的人来应征完全不予录用，怕的要死。